徒弟仔今晚就喺度揾间客栈投宿啦。系师傅，认住大门口有呢个标志嘅客栈啦。房门都有喎、啊。佢代表客栈经营领牌，符合楼宇结构同消防安全标准，无牌经营者可送官救治。咁点知边间有牌啊？上牌照事务处嘅网页就知啦。持牌宾馆有标志，住得安心合心意。你又做乜啊？报官啦，师傅。